好，现在鲍勃人到了札幌，那今天的 vlog 呢，我会带大家看看札幌的雪季。然后这次我们跟后面三个 my Korean friends right here。那我们现在在等那个根室花丸，那我们得大概等一个半小时吧。我们刚刚抽了号码牌要吃中餐。那接下来，你好，你看他们可以会讲一些中文，那这个会讲一些中文。你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看看札幌的雪季，然后等一下再回来吃那个根室花丸寿司。Let's go。今天气温大概-6°，但其实一点都不会感觉冷，就我也没特别戴手套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往的方向走，就是雪季的地方啦。这边有一大堆就是动漫角色，像这个应该是炼巨人的吧，炼巨人的那个角色，超可爱的。灌篮高手安西教练啊，哇，超多人在那边排的。现在这边应该是主要的区域，我们等一下往前看的时候，会看到超级无敌大的这个冰雕展。后面这只马模十分有真实感啊，哇，竟然是用雪做的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从大概2丁目走到10丁目左右这一段路，大概看了，我们今天就有点像走马看花，就随便看，但也看了快1个小时左右。所以如果认真看、认真拍、认真玩的话，我却会花个大概2-3个小时。然后晚上之后这边又有点灯，所以晚上的时候如果机会的话，在那边看看。Is it good? Is it good? Is it good? Awesome. 这个背后的 salmon。真的是超级无敌爽的，看完札幌的雪季，然后再吃等了3个小时的根室花丸寿司，然后就直接不管它的价位，直接一路就是想把想吃就点下去，真的超级无敌爽啊！北海道真的好棒啊！好，现在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半左右，接下来前往下一个会场，十字 Kino 的会场，那边有一些冰雕，大概从札幌的车站走过去。大概20分钟左右就到了吧。后面这个还是一个酒吧，你看这是冰做的椅子，然后还有桌子，还有酒，哎，酷！哇，他们直接现场就是冰雕给大家看的，超强。啊，这边也有就是免费照相的服务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可爱的四人的合照，付1500块，但是免费的话就拿到比较小张的卡了。就是今晚住的饭店啊。还不错啊，其实 size 还蛮大的，然后我一个人可以睡2张床，我们会在那边住2晚，所以今天睡左边，明天睡右边，就这样子吧。那我们收拾一下行李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就前往我们的雪季的会场。按赞加订阅，耶！按赞加订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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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谢谢。像雪季啊，这边就打个灯啊，浪漫感就是十足，真是超漂亮的。
跟白天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来这边真的可以慢慢看，只不过有时候人有点多，然后地上有点滑，要小心一点。这个景真的超漂亮的，但我现在身上超多盐的，你看这个景还可以看到这个，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，但是搭配后面那个杂晃塔真的赞哦。我们现在要上观景台咯 ，Let's go！ 这票一张1000块，但这个票啊，其实每一张都长得不太一样，蛮可爱的。因为这边是雪季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排队上观景台，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，非常久。1900，等得很累哦。是啊，特别累。啊。我现在到了顶楼了，这边真的是很漂亮的景色呢。这边是恐怖的窗户，大家看这样子，哇哦，就巨高症要小心啊！